正言上人行脚到台北，对于这次全球四合一干部经济研习会，上人开示希望海内外的志工们都能够法入心，法入行。 正言上人十二号行脚的行程，先是来到慈济关渡园区，海巡署长王敬旺、警政署副署长何海明和台北市义警队大队长江春杰拜会上人，肯定慈济人对救灾的贡献。上人也期勉他们为社会发挥良能。社会就是要先安抚人心，尤其是人民的保姆呢，心要定好。社会有什么事情，那才能真正的稳定啊。上人随即抵达三重园区，接见了菲律宾独鲁万市长的主秘林福义。林福义曾经是发心的慈亲，加上慈济人援助海燕风灾的恩情，让他更感念上人慈悲。 About all the help that Master Shenghen has done for Tacloban and all of those who were victim to Yolanda, it's really very hard. It's very, very touching. 2014年第一批全球四合一干部精进研习会也进入尾声，上人特别出席圆圆，听学员分享，也和海外的干部们交流，鼓励静思弟子，勿起退心。听入心，跟得上啊，很自然的，我们都会共同到同一个目的地。我是修行者。 我应该呢，还要当一个开导者，也同时呢，带路者，坚持带路，只为了要接引众生走上菩萨道。带新闻万正文李俊威台北报道。